我是谁？你是松柳，松花江刘德华。松柳。我是一个人。木头人。人。第三个字儿。外星人、异形人。疯狂外星人。子。克隆人，克隆人。贾玲正确，克隆人。我刚想猜到复制他的克隆。这回看出来了吧？不是默契的事儿。我这样，我坐到你们后边。你俩演之前，说几个字？说几个字儿？好，五个字儿。啊，五个字儿。恐龙，恐龙，侏罗纪，侏罗纪公园，侏罗纪公园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侏罗纪世界，正确。有这电影吗？有有有有有。我站你后边一直在喊，你能不能接受一下我的讯息？看看看看我，来了，看来了来了。光脚不怕穿鞋子。对，对了，我是不是吉祥物啊？对，太厉害了，这回对了，光脚。回去了。别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谁啊？想回来就回来，你给我过去。哥哥，我走不动了。没了吧？没了。这轮两队打平。最后一轮，表演者腾哥和丫丫，最后一轮来。四个字，海报好像差不多是这样的。海报，电影吗？对，电影四个字，章子怡的那个叫啥来着？一代宗师。不对不对。啥玩意儿？哥演的还是哥斯拉。最后一个字，猴。猴子上树。树懒。猩猩。猴。哎，啊！功夫熊猫，哎，正确。你这把让熊猫国宝让你给演的。我不像熊猫，丫丫还不像竹子吗？难道？第一个，忙。睁。第二，对。睁眼。睁眼。睁眼说瞎话。你这是啥呀？我这是虾，虾，很多演什么都是一个画风。我们俩五个字，我们俩。你们俩就站这儿就行了，其实不用演，不用演吗？美女野兽，花花正确。美女野兽，来花花，就你家里的那个，你把我和老白全得罪了，我告诉你。丑人多多，让我们恭喜一下，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今天就贯穿全场了，是吧？